我愿意。只要先了结一件事。咩事啊？你话我知四祖嘅下落，助我明志。金英，你真系好卑鄙啊！咁嘅说话你都讲得出，你究竟系咩人？人死留名，唔可以流芳百世，都要遗臭万年。女人要拥有男人，男人要拥有权力，当我这厮。你冇事啊嘛？冇事。如果俾五梅走甩咗，你哋都要死。系生系死，过就话你挂先讲。放肆！师弟，永春，师傅，点啊？有冇事啊？快啲走！走。由嗰边走，永春，咁你走啊！
太，师太，博就，你快啲去帮咏春，咏春心地善良，冇恨意，我惊佢打唔过金英啊！明春，舒太话：你嘅恨意唔够，会打唔过金英，所以我谂住刺激你。点解你要咁？